君子站着是什么？站着精气神儿，眼睛大小不是问题，问题是你眼睛里有没有内容。调整好军姿，把衣服整理好，让上体的衣服贴紧胸部，手向后放，放在空线的位置，整个身体前倾，脚向下蹬，头要向上顶。调整好军姿之后，眼神的角度应该是什么样？看。参加过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张宇王区队长，不仅对新兵们的军姿站立有要求，连眼神角度都要进行严格把控。停起来，不要翻白眼啊，把面部朝向和目光方向找到一致，瞪大瞪圆，眼睛发酸，再克服养成习惯。很好啊，掉眼泪的了。把眼睛放有神，这样看东西。睁开，眼泪要下来的感觉，找，克服。眼睛里没有杀气。我天天说你，你不恨我吗？瞪着我，让我看着你害怕，以后再不敢说你了。保持住。表情放松，眼睛用力发力，张肩。对，这叫军姿啊。第三列有流眼泪的了啊！别看人个小，人站在这儿特别有精神头啊。站一旁，走，出力，是，让他们看看。徐远科，走。刘文龙，走。刘振涛，走。出力，是。强将手下吴若斌在区队长的督促下，新兵们渐渐掌握了迎着太阳40秒不眨眼的硬功夫。不错啊，你低头。张亮的眼泪已经下来了。难受吗？哦，难受。能忍吗？能忍。